全家哈哈 哈， 哈，快乐哈到家。今天哈什么？今天要哈，等一下，我一个非常特别的，来，今天要哈呢，用脚爱台湾，骑单车上班。周三。哎，说的也是，为什么特别一定要周三呢、啊？其他天不行吗？特别选的周三是因为大概只上半天班吧，是不是？哎，不是哦，周三没有啊，只有小朋友是上半天课。对，那为什么选择周三？而且，对呀，用单车来爱台湾呢、哦，用脚爱台湾，然后选择周三，然后全国大家一起来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提倡这个节能减碳嘛，是不是？环保，环保的关系，而且呢，再加上大环境，大家都想要，哎，缩减荷包，对不对？这样也能够省下一笔可观的交通费。可是呢，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呢，上班骑单车，大家都想，这个光是用想的很浪漫，可是这个实际操作起来，的确有它的困难度啊。可是有这些朋友，今天我们被邀请来的这些朋友呢，他们都是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他们怎么样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还是怡然自得骑单车去上班、上下班哦？没错，我们现在就来欢迎他们。我们现在就来欢迎这四位，哎呀，脚踏车达人、通勤达人陈尚志先生。第二位年轻的吴冠霖同学。以及唯一的女性谢倩颖露露。还有姚念祖 William。通常大概就是离家不过五分钟或十分钟，骑脚踏车也就罢。可是你们其实并不是如此，对不对？对呀、啊哦，是有段距离，然后而且能够持之以恒。而且首先呢、啊，其实最醒目的当然就是万绿丛中的一点红啊！露露、哎、呀，露露。不简单啊，你知道吗？这个女性同胞真的，这个对骑单车上班啊，首先要考虑就是体力上的问题。哎，大家都很喜欢美美的上班，一大早去就喘到，然后汗流浃背，然后去进去就已经灰头土脸，所以大家都不想这样。这个你以一个这个单车哈，这个通勤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经验的美丽达人。哎，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对啊，当初为什么会决定这样子方式呢？其实呢，我本身呢就喜欢单车运动。那原本呢都是在假日的时候，周六跟周日我们会出去骑单车。那后来想一想，这个如果只有周六跟周日骑，我又觉得，那如果可以把它推展到平常的运动里面，那是不是更好？所以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推看好了。那就在竹科这边呢，我们就号召这些同好，就是我们这些单车的同好，然后大家呢一起来响应。结果呢还不错，成效还不错。在竹科里面呢、啊，对，我们知道这竹科人最需要就是运动了。对，哇，你真的是解救了不少的包啊！因为通常他们的这个身体检查通常都是满江红的。哎呀，对，所以这样讲起来的确有很大的帮助。对啊，所以就选择这种方式来通勤，可是越来越多号召越来越多的人共同来参与。对，那所以早上一上班的时候就一堆脚踏车族吗？我们是这样子，因为竹科其实它的入口有很多个，那、我们并不是说。固定说啊，在一个点大家集合，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比较耗时间、那其实是大家各自来，然后呢他们会到我的部落格来登录。那因为我们这样做公益的活动、所以有一些厂商他会赞助我一些奖品，那我们就把这些奖品 share 给大家，就是说你来登记，如果你告诉我你骑了20次，我们就送你一个车尾灯。哇，还可以几点的？对，几点、哦、我们刚刚在开头的时候就介绍那个小旗子啊，是周三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周三呢？问得好，我告诉你哦，其实我心机很重的，因为呢，如果你一开始呢告诉人家说我们今天骑脚踏车上班，每天我跟你讲，很多人就打退堂鼓了，光听就累了，光听他就觉得好可怕、那个交通那么烂，然后天气这么热，然后呢每天要这样丑丑的哈，这样湿哒哒的，所以他们就会很害怕。可是如果你告诉他，我们只要选择一个礼拜一天就好了。哦，反而这样循阶渐进。我告诉你，我是引诱，对，我是引诱他们上钩，因为骑了一次，他就会第二次，就会第三次。然后想骑着骑着，反正 OK， 天天也还好嘛，没有想象中那么糟，你也是为大家好啊，对不对？对啊，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到，就一群里面哦，这个当然他是竹科了，刚刚露露是竹科，可是呢，里面最不像竹科的就是冠霖了。哦，对。哦，这个他有一个绰号，铁骆驼。
铁骆驼，嗯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它外形的确长得有点像铁骆驼吗？为什么？为什么有铁骆驼之称吗？哦，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参加环岛，那我们环岛的名称叫铁骆驼。啊，社团就叫铁骆驼。对，社团叫铁骆驼，是我们老师取的名称。哦，嗯，对，那时候就是从那时候，因为我跟我朋友创立铁骆驼社嘛，然后就是之后比如说很多活动啊，都是以铁骆驼的名字。那可能比如说因为都是我去推广蛮多活动，比如说单车通勤啦，对，好，或是单车旅游啦，是，好，或是一些单车教学的活动，嗯，这些东西，那所以变成说大家的话会看到，比如说海报上面铁骆驼社主办，好，然后名字都写联络人吴冠霖，然后久而久之，他就把铁骆驼等于吴冠霖的画上等号，这样。等一下，不是我小看你年纪，你现在已经毕业了，大学毕业了，对，大学毕业，刚毕业。那哇，这么年轻，就是，然后你这么年纪轻轻的，然后等于是大一到现在四年的时间，然后你环岛了几次吗？今年暑假第十次，第十次今年，哇，哎，你好像是在走国际，这么简单，啊，对，应该是全场可以说现在目前经验最丰富，十次的环岛的经验，一万多公里啊，一万公里的这样子，有，哇，您是越骑越带劲儿啊，哈，有这种感觉，对了，如果您到40岁，如果还可以这样，我们再来访问，一定没问题，他今天这样子保持状态，啊，你们现在铁骆驼社有多少成员吗？那人不多，大概最多目前的话大概10个到12个，哇，这样也很好了，我们修人数比较少了。嗯，不过持之以恒才是最重要的。好厉害，佩服。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来接着来访问这个，请问是学校的教官吗？不是，这样子，觉得严肃的。对他一直坐在这里，那不苟言笑，就很怕这个。哦，这个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威廉先生，是念祖先。哇，念祖请这个要跟他请问一下哈。听说呢，你原来也是骑单车上班的这个通勤族是不是？对啊，我大概在3年前吧。也是在竹科吗？我是在台北。哦，台北。对，嗯，啊，我因为我家住在东区那边，那我之前上班是在健潭，嗯，对，所以我那时候有一天就突发奇想，就很想骑脚踏车上班。我之前都是坐捷运，嗯，但是因为从健潭站到公司还要走十几分钟，嗯哼，那夏天也走得很热。是，就是走到公司也是汗流浃背了，不行的吧？对，所以后来就决定，那干脆就骑车去吧，从东区骑到健潭。对对对，大概8公里。那其实好像，可是很多红绿灯，什么一大堆车在旁边，那个空气，但是跟骑摩托车或是坐捷运其实差不多的时间。哦，差不多的时间。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到了公司以后再把脚踏车再扛上去。对对对，那因为我骑的那时候是 Birdy 的折叠车，所以就折一折就可以拿进公司。哦，你放在口袋里面就那样。折一折，好像很轻。哇，这口袋怪兽这样。对对，这就是你今天带来的。对对对，这是比较新，这是我现在在台北骑的。我升级了，你现在也是一样这样每天8公里的通勤吗？哦，没有，我现在已经不在台北上班了。啊，那你现在呢？对，我现在在桃园的太平洋自行车上班。啊，嗯，所以你从东区骑到桃园吗？没有，没有，现在就没有，现在没办法了。嗯，对对对。是，可是你骑一骑就骑到脚踏车工厂上，工厂这么直接就跟人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在大概3年前我就环岛了。啊，那时候其实台湾不流行骑脚踏车，也不流行环岛。嗯嗯嗯。对，那时候我就突发奇想，还骑了一个折叠车去环岛，所以脚踏车工厂的人就觉得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热爱我们的产品？那后来想要做内销的时候，干脆把我找去。因为你真的实际上的操作演练，并且有经验的丰富的经验，所以直接就找你进来是最适合不过。对对对，那个车友问我的问题，几乎我自己都碰过，所以我都很能跟人家谈得上。啊，所以，哦，真的是个达人，啊，真的骑车骑到后来工作自己也找上门来耶。对。哦，没想到这样也很好。那你是去做设计还是做什么？没有，就负责服务车友。很棒，真的，哇，好棒，好棒，我好羡慕你哦。哇，对呀，兴趣跟工作完全结合在一起，而且跟这么多的好朋友们，哇！而且真的最重要的是骑脚踏车啊，这样这么的投入，而且工作还可以自己找上门，真是不简单一件事。一定要留下名片，我还可以好请教。这四位你们都是跟我请教的对象。那么其中呢，当然最值得一提哦，我们通常上班族哦，我们通常会担心啦，担心什么呢？因为呢。
上班要带的东西很多，现在人家笔记型电脑带上带下的，你看这样一台有很多东西，又是包又是电脑又是什么的，你要光是那个配备上面啊，还有耳机什么电话，你又不能够一边骑，假如人家临时要有电话找的话，这是不行的。所以配备自然是很重要。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配备达人，我们的陈尚志。哎呀，他是本身是老板 哦，但是呢他一直很谦虚，叫我们叫他小陈。好，那既然这样啊，小陈老板。小陈老板有这么多的一个发明哦，对于这个单车族，对于这些车友们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对，没错。那可是当初一开始你们公司就是这样的朝这个方向营运，还是发现这样的一个市场越来越蓬勃，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方针？其实是这样子，我本身只是单车对我而言是算是属于休闲的一个工具。那只是休闲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单车来讲的话，应该算是在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叫做所谓的七分之二。可是事实上单车来讲的话，是对身体啊，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节能减碳都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活动。那我们的想法是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就是等于说帮助大家多骑单车变成通勤的话，那就变成七分之五，因为你五天上班嘛，那你就七分之五来讲的话有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的话，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说怎么样帮助这个等于说一般的这种等于说大众这些商务配备上面啊，对，能够就是更愿意就是等于说拿单车来变成一个通勤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就着眼在这一点开发出来，就是说各种就是让这个车友啊一般大众来讲话愿意把单车变成通勤的工具的这些产品。真的哇，你帮好多的通勤族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哦。可是啊，真的真正的通勤族这个单车族啊，他们有好多好多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不是只有我们今天聊的这样。当然本制作单位呢也接访了一些这个一般的民众，他们对骑单车来通勤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一起来看这段 VCR。 我觉得单车通勤对我而言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说第一个，因为现在我觉得治安不是这么好，那现在目前来讲脚踏车容易失窃，没有一个好的交通规划跟道路，所以你就会变成说你在上下班的时候你的交通可能动线的问题啊，或者是你不知道你的通路应该要在哪里，会晒黑，然后要防晒啊。我觉得坐捷运就是把单车扛过来扛过去也很不方便啊，因为捷运上面人都很多，除非你可以避开尖峰时段。有时候那个没有单车道会跟机车一起，会蛮危险的。体力吧，还有距离。单车通行的话，最主要是安全的部分。空气污染的问题。车子很多，然后再来有一些脚踏车的线还没有连接起来。会满身汗，洗澡到公司最难克服这一点嘛，因为办公室很少会有洗澡可以方便的地方这样。哎呀，真的是啊！你看，尤其是些美美的小朋友、女生、啊，大家你看，普遍都是谈到就是流汗、汗流浃背，怎么上班？台湾这种气温啊，这种黏哒哒的感觉，然后去上班。嗯，陆小姐，你大力的提倡这样的活动，你要对他负责。有，我有办，我有配播的。是其实呢，在刚开始推的时候，很多公司在公司里面是没有设盥洗室的。对呀、那其实没有关系，我都告诉他们，没有盥洗室没有关系。你只要有一条毛巾，然后呢你到这个厕所的时候把全身擦一擦，然后呢整个就是把衣服带来，然后整个换掉、我觉得再带一套衣服，你就是带一套衣服，然后把全身整个换掉，然后我觉得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你每天就是进办公室你要早一点出门，然后呢进到办公室把衣服换掉，然后要下班的时候就是再去把衣服换回来，这样就 OK 了。可是等于是你要重新化妆哦，我们的那个满身汗，不是也是今天还有化妆品要携带的。化妆品你可以放一些简单的放在办公室就可以了。所以我在办公室有时候会放几套就是简单的衣服，像那种什么套装啊或外套之类的、这样我觉得就不用每天带这些，你只要带这个里面换更换的东西。一般人呢、就是说当然需要换洗这样的疑虑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问题吗？空气脏啊，
对呀、啊，对呀、啊，是不是对支气管？有些人支气管不好的、敏感的，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伤害？对，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会建议他，第一个，我还是建议他你早一点出门。其实，在七点半到八点半这段时间，可能是空气最脏的时候，是、交通繁忙嘛、可是如果你早一点出门，我觉得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哦，可是你不会担心这个路况吗？或者是说有交那个脚踏车的专用道吗？可以没有？那啊，那车很多，很危险呢。所以你可能就是在路上的时候，你要自己想办法，而且要自己要注意。那更重要一点就是说，你们下班其实已经很疲累，还在骑回家，没赶扣啊。我觉得我的车友他们只要骑完，他们就会很兴奋。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们，你知道，我们5:45要到飞凤山，你知道冬天5:45天是完全没有亮的。是啊，而且呢，我骑了，我骑了20公里，天还没亮。可是，日出。对对对对，骑到那边去看日出。可是你知道吗？每一次回来去上班，我就会很高兴、很满足。然后呢，刚开始前一个月当然会打瞌睡，可是呢，你知道吗？习惯之后，你会发现精神特别好，通体舒畅。其实就跟那个打高尔夫球一样。没有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来讲的话，你要一大早起来去打高尔夫球来讲，会有那个诱因哦。等到你一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哇，再早你也可以爬起床，然后再到公司上班也是一样，精神好的要命。对，骑单车也是一样。其实帮助体内那个含氧率哦，大大的提高。好，那既然大家都上班，当然情有可原，可以讲到这些的方便。可是上班族的背包不一样，来，露露，我们请秀一下你的。上班族都装一些什么东西呢？上班族哦，我们大概我这边是有这个。太阳眼镜，然后我要讲一下这个太阳眼镜哈，其实女生蛮重要，因为女生呢，因为怕晒太阳，要防晒。然后我要讲这个呢，因为呢，这个太阳眼镜呢，基本上它是可以拆的，你看一下哈，它这是可以拆，所以晚上回家的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呢，我就是用这个，就是黄色的，是那夜光就是。晚上看的时候很 OK，对。那这如果是白天的话，我们就会把那个太阳眼镜，太阳比较强的时候，太阳的那个镜片我们就把它装上。那另外呢，就是我会强调，就是说骑车上班的人，基本上还是要带个这个车尾灯啊。这个车尾灯不是这个车尾灯是给后面的人看的。哎，那我们不是一直就放在那个脚踏车后面就行了？对对对，你可以把它锁在后面。为什么特别拿起来？怕被偷吗？哎，对。因为我那天就丢了好几个，被偷了好几个，所以要注意耶。还有人会去注意这个？有人会，有人会，对。不是整个车就搬走了？哦，你比较好拿，就先拔走了。对，他们会直接把它拔走这样子，对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介绍一下水壶哈，水壶当然是补充水分用，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当你遇到狗的时候，拿水，对，泼它水。因为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骑脚踏车，我常常被狗追，因为被追很多次了。可是你不要怕它，你真的不用怕它。你知道我刚开始很生气，后来我就下来，我就骂它，跟它骂它说：“你这个没有家教的狗。”来对骂，然后它就后来我发现，我只要下车，它就害怕了。然后有车友跟我说：“你不用怕它，你就把水装满，就装水，对不对？你到时候用这个喷它。”他就会害怕了。方法对，这有吓阻的作用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对，吓阻他，吓阻哎，对啊。那再来介绍这个帽子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样子嘛哈，一般的好像棒球帽这样。可是我要介绍这一顶呢，是这是单车专用的这种小帽。那这个呢，因为它有帽檐。然后呢，它本身呢，这个有吸汗的功能，所以我们会建议女生呢，可以在里面戴一顶这个，然后可以遮阳。哦，顺便吸汗，然后顺便遮阳，对对对对，然后在外面再套上这个。对对对，安全帽是一定要戴的，因为我觉得再怎么样，你不管骑几公里的单车，请你一定要戴安全帽。对，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女生真的是很辛苦，既要骑又要健身塑身的，还怕防晒，还要防晒。对啊，那干脆就是一把伞在撑在上面这样骑。对不起，那会有风阻，对，那会有风阻，有风阻要专业一点，要有风阻的问题，这样不行的，不通过的。对，好。那么，另外一位这个威廉先生，请问你上班，你那个你的包很明显就跟人家小多了，你是因为配合他的小折吗？是不是这个好像你的事情做的也不够多，就感觉好像这个工作量很减少哎？不会，因为我带的东西都是这个，就专门是给脚踏车用的，就是因为在台北进像我们这个小折车要进捷运。很方便啊、有的时候要包起来，对对对，但是要包起来，要包起来，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像这样的防尘套。有这样规定要包起来、规定，它规定你折叠车进去一定要包起来。你多久没有坐前面？我没有这种宠物带上去啊，所以到时候。
比如说、哦、通常我们就是骑车嘛，那我们刚刚看那个冠霖他有带备胎，是，对，那但是像我们这种车的，就是我骑脚我爆胎了，我的一个决定就是我折起来我不骑了、我就直接去坐捷运或是坐计程车，或者是其他的交通工具，对，那我就把它装起来，装起来很方便，然后就不会说把人家的裤子弄脏啊，或是什么的。对，哇，这个也重吗？ 也还好。那以我女生来感觉一下，哎、欸，其实还好，我本来以为多重、欸，哎、还好。这个8公斤，八公斤，其实也 OK。对啊，我们捷运反正都有那个手扶梯。那另外您的包包呢？这个这是另一种包包，这是假如我今天像我有时候出差，我到台东出差，是那现在坐飞机呀、的话、我就会把车子一样折起来，然后我会拿这个袋子把车子装起来，然后我就直接把它托运。原来我们一直在看不起这个包包，没想到一打开这么大、欸、对，然后就可以把脚踏车收起来，我就托运。那我到了台东机场之后，我出来领了脚踏车，我又骑进台东。哎、欸，我们现在坐高铁可以上去吗？可以，高铁可以，可以，可以。那同样也要包好吗？对，也是要包好。通常我们车也是一样，最少都要拿一个这个套起来，因为就是毕竟也不要把其他乘客弄脏，对对对，因为有轮子啊，有链条，也保护其他人的权益。对对对。哎，可是我要谈一下咱们的铁骆驼。铁骆驼，你们是学生，对对。那学生这个通勤，你觉得一般人对学生通勤这样的反应是如何呢？一般人吗？那像学生的话，因为学生有从高中开始，比如说可能离家就比较远了，对。好、哦，那他就是必须要骑脚踏车上下学、那我也是从高二的时候开始骑脚踏车、单车通勤。对，那大学有什么好处啊？有没有什么好处啊？对对对。那好处就是觉得说，第一个可以训练自己的心肺啦。听说你的背包蛮有趣的，有一些很有趣的内容是可以介绍的。要亮一下吗？好，秀背包时间。那我因为公路车的胎比较容易破啊，那我都是准备一个内胎。你还要先自行准备内胎？哇，那个破胎太久，然后牵回去，人家以为骑不动。有一个内胎，然后呢？还要准备打气筒。哦，这是最基本的配备，要是万一没风的话，对对对啊，就是爆胎的时候自己更换。嗯哼，嘿，对，那比如说像学生的话。我之后还会带个笔电，对对，笔电顺便放在包包里面，放在里面，这个打气筒，打气筒，然后我们的内胎，身体不太好的内胎，内气，还有罐小水壶，哎，这是必备的哦，尤其是这种天气，还有铅笔盒，哎，是我妈自己做的，学啊，对对，这是妈妈的爱心啊，有妈妈顺便 sponsor 你，那比如说一些纸啊，或是公文，那就直接放在类似这种东西里面，是，小方便，蛮乱的哈。对啊，那一些杂七杂八的啦，像是一些电器的说，一定要插电，对，滑鼠有没有？没错，就是这些。不过比较烦恼就是因为背包只有两个空间，有没有？真的，全部都一堆，对，都要塞进去。那如果要找一个东西，哇，整个人好像钻到那个背包里面去，然后塞进去这样找，感觉像这种好像就是随时可以离家一阵子都没有问题，对，再加一点盥洗用具，你真的就是可以带去玩了。其实。我们刚刚看，不管学生也好，或上班族也好，内容都不太一样。可是今天呢，他们虽然内容不同，但是呢，问题是一样。大家没有看到，全部都塞在一堆，所以赶快来请我们的小陈，赶快来解救我们一下吧。对呀，我们的产品哦，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像刚才说到很多的包包，对，那我们的包包来讲话的特色来讲话，就是我们的包包来可以就是挂在小折一个背后多了一个扣环，这是扣具哦，扣具，然后可以直接扣在那个车手把上面。OK，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在这个通勤的时候、骑的时候来讲话，背后不必背负了，笔电啊、文件啊什么加起来好几公斤的东西，你就交给了你的车子就好了。那这是一个特点。那当然就是这个里面来讲话会设计好，这个里面会设计好可以放这个笔电的空间哦，然后该有的隔层、该放笔啊什么这些都不用。可以借看一下，试一下，对，是啊，那如果整个装进去的话，像这个来讲的话，笔电就可以直接的，不用这一个就可以直接放进来，也会保护好啊。对，然后一堆的这些什么，你看这个线头，对不对？哎，我们就可以放在最外面，来，放在最外面。骆驼，骆驼，我们把它直接摆进去。哎，是，您看多舒适啊！您看，那这个笔。
全部都可以放在这边啊、哦，都可以挂，就不用，是，对，很方便，很方便。哎，真的不错哎、嗯。那更重要的是，就是你通勤的时候，有时候路程比较远，像他要从东区骑到剑潭的时候来讲的话、嗯，这个有时候来讲的话，在路上来讲的话会。哎，比较无聊。嗯，对、哦。那一样，你也可以跟开车的这个开车族一样，你也可以一样欣赏音乐。因为我们这边呢，放了一个喇叭在这边。哇，有个小型音响。所以让你在通勤的这个过程里面一点都不会无聊。电话来的时候，这个不需要连线，因为它有蓝牙。是。哦，所以电话来的时候它会叫。哦，它叫了以后来讲话，你按一下来讲话，你就可以直接讲电话。然后像它折起来，其实只要几个动作，它就可以整个这样折起来。哇、wow, 那这样子的话两秒钟就可以了。我们第一次办的时候就来了150个人，然后我们那一天就这样很高兴在那边喊完我要单车道，喊一喊我们就解散快闪，大家就去上班了。所以7:40